同学们大家好，欢迎上电竞教练界。这段时间都属于恢复阶段，相当于一切重新开始练，要多玩几个不一样的监管，找回一下感觉。来来，出生点就在医院废墟，那就去小木屋看看，应该会抓人的。哎，看到野人的小猪猪了，直接拉个镜子。哎，居然直接跑进地下室了，这是强行跟我拉高低差。哎，不对，那是野人跟猪还是有两个人啊。哎，不管了，跟下去看看。真有人，这条尸我砍牛，这反应可以啊，这都能按出香水来。不过就算我擦刀你也跑不出去吧，看我蓄力啊，少侠好走位，感觉他的香水已经好了，先骗一刀。嘿嘿，懵了吧，我就不信了，今天你不吃一刀是不可能出去的。好了，香水破了，后面就方便多了。跑得还挺快的，直接拉个镜子，小香香不敢往前跑了吧。哎，来来来，我直接前后夹击，看你怎么跑。还放香水，给我回去，这才对嘛。不行，他过了这个板子就有点麻烦了，直接闪现一刀。哎呦，还好是交了闪现啊，不然牛仔砸个板子我又要追半年了。不过问题来了，现在旁边这两个猛男怎么解决？平地追基本上也是不可能追到他们的，不过野人的猪应该快没了，持续好像是60多秒吧。算了，等一下 CD 直接拉个镜子吧。来啦，直接把镜子放在围墙上，瘦子吧小牛仔。哎，可以，他把鞭子交了。哎，怎么还有猪啊？说好的60多秒呢？哎，90秒？难道我记错了？哎，算了算了，不管了。还好刚刚的镜像没有消失，不用踩板子，直接传过去。哟，你还边跑边跳舞，有点嘚瑟啊，小伙子。哎，卡模型了吧？让你嘚瑟。哎，不是我说呀，这野人的持续时间也太长了吧？90秒还没到吗？啊，走快走快走快，别来影响我挂人。你走不走？不走，放镜子了。算了，我就挂人，我就不信了，你还是个神勾手，我走位，嘿嘿，没勾中，舒舒服服把人挂上去。野人应该是回去修电机了，这个牛仔想要打依旧，直接拉个镜子给他一刀，嘿嘿，赶紧给我去救人，别拖时间啊，打我这波可以啊，实体刀打中了牛仔，影子打中了调香师，这波是真的舒服，把调香师挂上去，看一下他们电机的位置啊。机械师在废墟电机，那看他这个样子应该在控制铁头娃啊，可以，铁头娃在那边，那野人就是在小木屋了。喂，别修了，不救人啊。这野人丝毫不慌，依然在修电机，可以可以，终于舍得过来了，还骑上了小猪猪。这牛仔还自愈起来了，有用吗？好像是你还是要起飞的。哇，你们这两个猛男也太过分了，还好没被他们得逞，舒舒服服放飞调香师。小牛仔，下一个就轮到你。好啊，让你皮。哇，这一波秀得我头皮发麻，吃刀吧小猪猪。不行，这口气我咽不下去，拉个镜子，去你的小猪猪，今天我一定要打死你，反正牛仔没自愈。我蓄力刀，这一波闪现我都不交。来啊，这个短板你死定了。走，坐椅子去。机械师娃娃炸电机了，不知道会不会控制娃娃去摸牛仔呢？挂了野人，直接拉个镜子过去。还真来摸牛仔了，那野人就不管了，这个牛仔必须死，还甩鞭子，闪现一击。机械师肯定会去救野人，他们这一把基本上已经崩了啊，果然去救了，还浪费了一个薄命，这波不亏，先把他娃娃打掉。哇，你这救人还上瘾啊。先把牛仔放倒，再放个镜子，我让你救人。来，放儿子。好吧好吧，那你走吧。他们现在两个残血，不互摸肯定救不了人。野人来了，你骑着小猪猪想干嘛？你也就顶一下我，你还能救人不成？下一个就拿你开刀。嘿嘿，牛仔飞。哇，你这有点皮啊，我让你骑猪。哼，我堂堂红夫人还打不死你。哎，等等，看一下电机，没人修，机械师怕不是直接找地窖去了？反正今天你们一个都跑不掉。小猪猪，你别转了，哎呀，转得我头都晕了。你这步加速可以啊。好了好了，你的小猪猪终于没了，你这个小短腿就别想跑了，直接拉个镜子解决。挂上椅子找机械师，先看地窖的位置啊，这边没有，那就应该在另外一边了。
哎，这耳鸣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，在医院里面还是在地窖那边？地窖点没有。可以，在医院里面直接传送过去，刚好是在地窖旁边。小伙子，你这波绝对走不了了。想利用医院绕回地窖，我可是一个有闪现的红夫人，你这想法有点天真啊。可以，跳出去了，闪现一记手撕吧，嘿嘿，导演凭借手撕天秀双刀，又一次获得了胜利，溜了溜了。